对啊，在哪？住啊。啊。我们俩一起去。哈哈哈哈哈哈。怎么没有问我要不要？我不想出席。不是，我不想出席。没有这个，你是一定会出席，你铁定会出席。对啊，听说是我女儿主持哎。哦，对。哎呦，那你一定得去了。雷锋霸物哎，太可怕了。那女儿打电话，听说你不出席金钟奖是吧？好啊，你试看啦。第二包红包了，又是一个。就差你一个，会讲一下。谦哥已经包的够大了，就够了，对啊。可是要钱，我们也是会接受。我现在就是有发现，我好像开始对木木没有那么的有热情。这么快？女儿哦，我连她连哭声你都会觉得好，怎么那么的幼小？根本就是天籁。对，天籁。然后他的那个皮肤怎么可以白成这个样子？就觉得哦，放心了，放心了，就一直在检查他的那个五官，然后就觉得哦，这个像妈妈，这个像爸爸 ，OK。然后我就顿时间，哎，我好像还有一个儿子，忘记了。Perfect。哦，不要，因为这次老婆一样是剖腹嘛，然后就是好像痛的比第一次还要严重，然后中间怀孕过程也比较辛苦一点，所以。他是直接跟我投降的，他有说，但我应该找到时机，我应该会去。对啊，在哪？住啊。啊，跟我们一起去。这也是揪的。这揪啊，对，没有，因为宪哥还要再生，我还要，但对，他要再拼的。宪哥跟 Kid 在聊爸爸经的时候会打过。我们聊婚姻经啊。对。Thank you.